你怎么了？吓了一跳。西泽神君，你是走错房了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三更半夜的突然前来，我觉得有些不妥。我来陪你不好吗？这个，这里是？这是你的画房。今夜行宫走水，大家都回到船上了。哦，西泽神君，若是累了懒得再去找屋子，那你便在我房中先休息片刻吧，我出去吹吹风，你若要走时切记替我留个门。我来看看你的伤。神君，我是阿兰惹，不是菊诺。不痛了，把这碗热糖水喝了。神君莫不是认错人了？我真的不是菊诺，我实实在在是阿兰惹。若是你真的把我看成了菊诺，莫不是撞邪了吧？我没有撞邪。但你一般不是会在这种时刻去照看菊诺吗？我来照看你不好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来照看我是菊诺想抵消长帝将我关进九曲笼吧。其实你放心，我原本也没打算闹到上君那儿去，而且添水喝茶这种事情我自己来就好了，不需要人特别服侍。你我之间虽没什么夫妻的情分，不过我觉得你每次这样帮着他们二人还是有点不太合适。阿兰惹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身份去帮着菊诺和长帝他们两人实在是有点和他们姐妹无关。如今连我倒给你的一杯水你都不愿喝了。我现在觉得有些渴了，那我便喝一下吧。怎么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？感觉可好些了？好一点了，身子轻快了许多。离天亮还有一些时辰，你再睡一会儿。去看月灵花的那天晚上，你说你以前喜欢过一个人。那日我认错人了，将你认成了我的师父，于是便对你说了很多，你就不必太往心里去了，玩笑，玩笑而已。那个人，他让你很失望。
谢泽大人。怎么了？青天见不着殿下不肯睡觉，我正想去找殿下呢。阿兰惹殿下已经睡了，我去看看。是。哇，可以了。这么快就睡了，谢泽大人可真厉害。